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欢迎回到我频道。那模拟市民四呢，即将推出的下一个大型资料片《春夏秋冬》，也就是四季好天气的资料片呢，推出一个新的预告。那在这个预告当中啊，它解释了当中的一个游玩的一个内容叫做节日，我们可以玩一些节日啊，制定节日。那我们马上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节日的官方游戏介绍预告片内容都有什么吧。哇！所以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专属节日，超酷的，我已经等不及要玩了。冬天就是圣诞节嘛，对不对？冬日节，对，它不叫圣诞节，它叫冬日节。哦，所以感觉啊，他们现在的一个节庆有点像是陈旧的感觉，还可以防冰，太酷了吧。好小妖精啊，送礼这部分我也超喜欢的。哇，好圣诞老公公啊，月历，然后呢，哦，春天有情人节。感觉啊，它现在就是它的节日也像是陈旧的感觉，需要完成什么内容啊，然后可以赚取奖励，然后奖励可以买一些特殊的技能。对，然后刚看到就是有原意的。一样，我就全部看过之后呢，我们再来做细部的讨论吧。还有这个木头溜冰场，夏天呢，哦，还可以建立自己节日啊，真的超级酷的。然后可以决定节日要做什么事情，还可以说节日有没有放假呀。哇，夏天的节日玩水，秋天有什么节日？丰收季，让我想到丰年祭。哦，就是他们的游戏当中丰收季，有点像是感恩节的概念吧。对啊，所以感恩节要吃大餐。我们在上一部音乐当中有看到的这个超级豪华大餐，哼，这个树叶堆，所有新的做奇怪的事情的场所了。哇，这越来越期待了，随着它释出更多的内容，我真觉得它这个节日的一个玩法真的是超级酷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呢，比较让人可以更加融入这个季节的变化当中，会享受当下季节的感觉，而不是说哦，现在是冬天，好，就这样。变成说冬天我可以期待什么？冬天我可以期待我可以过圣诞节啊，然后圣诞节可以就是互相送礼物。送礼物这一块我真的超级喜欢的，我真觉得可以送礼物真的超有趣的。而且刚可以看到啊，就是送礼物呢，是真的可以选择要送什么内容啊，对不对？然后现在讲的奖励系统，就是每个节日呢有一些不同的你需要完成的一个算是成就吗？当你达成这些成就之后呢，你就可以获得他所谓的满意点数嘛。然后凭用这个满意点数买一些东西啊，太酷了吧！有什么适应寒冷、适应高温、防水、逐暴风者，这什么变成雨人那一类的吗？所以啊，我们现在看到的适应寒冷跟适应高温，代表说寒冷真的会对小人造成一些他的情绪上还有身体上的影响啊，那是不是也代表我们多一些新的死亡方法呢？什么就是冻死啊、热衰竭那一类的，是不是夜猫子不用睡觉吗？防冰、防高温，这防冰也太可爱了吧。后面的人冻成变成什么颜色？蓝灰色啊，这样会死掉啊，冻到结冰了呀。然后买这些眼镜就可以防冰，太酷了。哇哇，大家看到吗？刚那个人倒下了，所以冻真的会冻死吗？太有趣了吧。然后小妖精会送礼啊。然后对刚提到的，我很喜欢一个新的一个小细节，就是可以送礼物。而且看来啊，这个送礼呢，我们可以选择想要的礼物盒的形状还有造型，那还有可以选择里面要放什么东西啊，这个真的太酷了吧。所以可以自己画一幅美丽的画，
画一幅我们的想要送的人的一个肖像画，然后把放进去送给他吗？或是做一个好吃的饼干、巧克力、蛋糕，或者是做什么雕像，自己做个雕像，或是自己种的一些植物啊，或是买一些玩具，这样我感觉啊，就是可以结合之前来去上班一个玩法，感觉啊，变成说可以去零售店呢，享受那个购物的一个过程，然后把东西包起来，然后送给人家的一个感觉，超酷的。因为以往啊，就是游戏当中不是有零售店吗？可以卖玩具啊，然后买衣服，可是买了就买了，没有那种很有那种买的感觉。但现在感觉可以去为了送礼去逛街，然后选东西，感觉超酷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有圣诞老人呢，所以即使没有人送礼没关系，圣诞老人会送吗？而且感觉啊，圣诞老人是成人也会送啊，不是只送小朋友而已，太棒了。然后接下来是情人节，然后我们看到雨伞。雨伞是透明的爱心雨伞啊，那目前雨伞我们看到一些不同造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雨伞有不同的形状造型啊，太酷了，透明雨伞太可爱了吧。对啊，然后情人节是要完成一些特殊的成就哦，所以它透露一些天气控制的方法咯，所以也许我们不能透过选项去控制天气吗？因为之前有提到模拟市民三，就是第三代的时候呢，可以直接透过游戏的选项去控制每个节日的一个长短，不是节日啦，每个季节的长短。那现在看来呢，这个的四代控制方法是透过这台的天气控制器来控制一些气温吗？那目前还不知道说季节可不可以控制，但是我们知道是天气可以控制的。然后园丁果然啊，所以园丁真的是一门职业了吗？他该不会新增新的园丁技能吧？超期待的。而且大家看后面这个东西，壁挂式的垂直花园啊，超喜欢的，超漂亮，超喜欢这种东西的。而且啊，像我们上一集有看到了嘛，我们的人物真的可以去就是剪花，然后帮他修剪呢，感觉这个园艺技能超好玩的。如果说真的是一门就是职业的话，应该超有趣的，我一定马上开始玩这职业。所以可以自己做花，然后送人。然后溜冰之前看过的吗？有冰刀，那还有这个是轮子的，就是直排轮的溜冰。然后我们再确定了，这个溜冰真的是一个技能需要提升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有个月历，然后呢我们可以自己新增自己的节庆啊，这个太酷了吧。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节庆名称，然后装饰主题，还可以选择公司学校要不要放假呀、啊、那我们可以每天有节日每天要放假吗？每天领这个不用上班的薪水，太有趣了。然后可以选择这节日传统啊，装饰、水之去裸奔，太好笑了吧？有裸奔节那类吗？有什么狂放节、豪放节？还有什么午夜倒数、哎、跨年节日，然后烧烤、恶意相向，怎么会有这种节日啊？算是蛮有趣的，真的超酷的。我真觉得它这个可以制定节日的一个玩法，真的超好玩的。所以我们可以纪念一些我们自己想要纪念的日子，然后帮它定成个节日，像我们可以纪念什么小人的什么结婚纪念日啊，或者是什么交往纪念日，对不对？超有趣的。烤肉架，然后玩水，对对，然后每年就会庆祝一次那个节日哦。我们看一下好了，所以有这个月历，然后每天有不同的就是节日吗？还有天气啊。所以我猜测啊，游戏当中会有个月历的东西咯，我们可以点开月历，然后看说哦这个月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然后天气预报吗？是怎么样吗？好像是可能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气象频道吧，然后看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真超酷的。秋天，然后我们更加确定了，就是我们人物真的可以去装饰家里，因为前面有提到嘛，就是有一个是装饰，然后小人们就会拿出一盒东西而开始装饰家里，然后好蜂蜜，这感觉超好玩的。然后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哦，有没有新增新的食物？有哦，这个是新的，这个是火腿肉吗？是新的。然后这个鸡尾酒虾，这原本是永久的。然后这什么烤鱼，这个好像是新的，又好像是旧的，这个我不太确定。这什么烤秋刀鱼吗？有点像。然后这个呢，这个是原本就有的了，还有芦笋。所以新的食物确定有的是这个肉的切片，那个是新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大家看一下哦，还有什么新的菜吗？
他们可以切到一个盘子上了，这个样子跟之前不太一样，对，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还有就刚看到的，就是这个资料片呢新增了一个新的，就是可以就是做奇怪事情的地方，在树叶堆里，感觉有点户外啊，还蛮大自然的。然后呢还有讲了就是天气会影响生活，就感觉人物真的会因为冷变成不舒服的情绪啊，然后可能就是活动力降低，然后想去室内，又或者是会被冷死那一类的，不确定。但前面看的人物会变成就想像结冰的样子，有点奇幻风格啊，让我就想到什么冰雪女巫那一类的，超酷的。我觉得其实天气呢，如果说真的会影响到生活，真的会好玩很多啊。因为如果说天气只是天气，只是就是今天是这样子，今天是那样子，可是不会真的影响到小人的生活的话，感觉就是少了那么一点。可是像我们知道了，天气真的会影响到小人的一个身体的适应方式跟生活方式。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多些新的装饰道具，像这个是灯笼，还有这个壁挂的纸的装饰吗？然后还多这个是伞吗？户外的一个阳伞，遮阳的，可能会热啊，怕中暑那类的。然后万圣节啊，就我们评论个万圣节吗？然后万圣节可以选择要去恶言相向吗？就是吓人。然后还有什么可以去恶作剧那类的吗？我们可以制定这样节日，超酷的，真的不是要玩了，看起来超级好玩的。看完这一次的一个节日的官方介绍预告片呢，我觉得它真的是把节日的东西让我可以自定，真的超级酷的。我觉得它其实自定节日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帮小人纪念他的一个回忆的感觉，像前面提到嘛，我们可以帮小人弄个什么纪念日啊，什么结婚纪念日，什么什么交往纪念日，感觉很有意义啊，或什么闺蜜纪念日，对不对？虽然说如果我们用这个纪念日是全世界的小人们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庆祝，有点好笑啦，但就是感觉还是蛮好玩的。那我们想啊，在这纪录片正式发出之前呢，也许还会有其他的新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法的一个预告片，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好，那么今天影片呢到这里结束，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如果喜欢就帮我一个赞，分享留言，还有别忘记订阅接收最新消息哦。感谢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